各位弟兄姊妹，以下的诗歌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，是主耶稣向人说话。我邀请大家闭上眼睛默想，安静聆听。我们闭上眼睛默想，将一切的忧虑重担卸下，将属于世界的意念排除。我们一同的在默想当中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主是一直张开双手叫人回转归他。主耶稣说，来吧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我心柔和谦卑，你当负我的难，学我这样，你心必享安息。烦恼苦担重担的人，来吧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我心柔和谦卑，你当负我的难，学我这样，你心必享安息。烦恼苦担重担的人，来吧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我心柔和谦卑，你当负我的轭，学我这样，你心必享安息。心必享安息。烦恼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烦恼苦担重担的人，让我来使你得安息。我你当负我的轭，学我这样，你心必享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担子是轻省的。来，你心必享安息。